日有播出吗？我六日。中台湾 DJ 们接任务了。是什么好事吗？不空吗？本吗？希望不会有睡觉黏在上面。哦，中台湾 DJ 之谁是 Hit Go 猜歌王？没错，游戏规则是我们会播放2018 Hit Go 排行榜上的歌曲，有前奏、副歌、尾奏三种类型。没错，知道歌名的人就可以马上用锤子敲打桌子抢答。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是谁，可是忘记歌名了。是吗？啊！君了吴卓源的波尖。答对了。君了吴卓源，那你得一分。能忘记歌名？听一下解答。耶！君了吴卓源的波尖。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二题。惨了，我一定会零。直播了，不了，真的。小姐姐播放第二题的题目。蔡依林的吗？蔡依林的。万美的。恭喜答对，啊，你得两分。你玩就好了。播放解答。耶！你好厉害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请小姐姐播放第三题的题目。这我不行。有听出来吗？听出来。前奏吗？还是间奏？是前奏。我知道是谁了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一首歌。为什么不要让谢娜跟谢和谢和唱的是哪一首？啊，那一首。备胎吗？对，完整的，完整解答。备胎。是我吧？谢谢的备胎。给你得一分。我们现在解答。好难哦，这个。对啊，前奏题。接着我们来播第四题的题目喽。哦，好爽！什么？等一下，那个顽童，啊，顽童，顽童的。等一下，顽童，顽童的那个，我可以。要敲，笑脸大，答对，我给你得一分。第五题的题目，第五题开始是副歌猜歌。啊！真的？啊，没事。啊，你已经得分了。听一下长板姐的。他的最爱。是我的偶像。接着我们来听第六题的题目。我先。王心凌。对，歌名很长哦。什么的咖啡馆。跟我的节目有关吗？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。啊，答对了！现在进行第七题的题目。啊！怒吼一下。林黛雅的在啊，在我要给世界悠长的诗，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。你们不会选那个歌名很长的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第八题开始就是尾奏喽。尾奏也太难了。对，我们来听一下第八题的题目。啊啊！霓虹巴厘岛。答对。哎呦。周杰伦，周杰伦，
不爱我就拉倒。答对。对对对，我在想是等你下课还是不爱我。好，我们接着我们来听第十题。第十题。SHE 十七。答对。耶。我们十题都结束了，最高分是 Gracie。耶。现在轮到你来猜歌喽。赶快到 Hit FM 官方 App 即时讯息专区回答问题，猜猜看刚刚混音的两首歌曲的歌名，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Hit FM 的福袋组。哦，福袋里面有什么嘞？有 Hit FM 二十周年庆的帆布袋，还有马克杯，以及四张电影票跟我们的签名资料夹。嗨，我是中部放 DJ Gracie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部闹 DJ 阿尼。我是中部忙碌 DJ 咪咪。请记得持续锁定 Hit FM 91.5中台湾广播电台哦，我们会用好音乐陪伴着你哦。记得要上我们的 Hit FM 官方 App 即时讯息专区玩游戏拿赠品。拜拜。